龙争霸历时两年制作，研发团队致力于打造最深刻的剧情、最丰富的战斗。加入六大势力，结交英雄豪杰，修炼独门内功，结伴再战江湖。丰富的战斗、势力、内功、神兵、武装、侍从等系统，下一刻胜负立判的精神，展现抓准时机、体验一击必杀的快感。古龙争霸追求的是最纯正的古龙江湖，有数不尽的绝世神装、武林绝学，也可以细尝小说中人物的美丽与哀愁，也可以感受一统江湖的霸气与武学巅峰的无奈孤独，当然也可以开宗立派，结交江湖豪杰，维护武林正义，成为一方之霸。要玩武侠游戏就要玩最热血的。即使是游戏中的一棵树，我们也都是非常的考究，为了呈现最逼真最自然的感觉。在光影的表现上， AO 技术实现了极大的场景层次感，让画面更加细腻，创新的景深效果使得游戏场景中的远景拥有自然逼真的感觉。新的粒子效果在建构大规模的地图时，动态绘图管理机制跟地形压缩技术发挥了节省资源及提升效能的作用。游戏配乐是游戏的灵魂，古龙争霸这次的配乐相当丰富多变化，而且还邀请了实力派歌手蔡宗颖为我们演唱主题曲《创世纪》。我和你创世纪，想要听我蔡宗颖的最新作品《创世纪》，就在古龙争霸。古龙争霸音乐专辑值得你收藏，融合许多创新的元素，创造一个超乎你想象中的古龙。古龙争霸是最刺激、最有江湖味的武侠游戏。古龙争霸，6月21日，惊天公测。